喂，大家好啊，又系我苏 Sir 啦。今日咧嚟到湾仔进行第二次嘅 open mic 啊，即系再试多次个笑话。估唔到咧，只系得一日时间去沉淀咧，就要嚟啦。咁我唔知道今日啲观众反应点啦。咁但系我已经好努力地去改善个文稿啦，同埋谂下一啲嘅表演方式啦。咁希望系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啦。好，咁啊完咗之后再同大家分享感受。系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咁啦，我叫苏 Sir。所以係，即刻咁衝緊過嚟啦咁樣，白虎，白虎，完咗呢一個嘅試講啦，比上次有進步喎，係啊，係咪要俾啲掌聲先？係啦，上次咧都有一個真係對我嚟講幾唔開心嘅一個經歷啦，我覺得真係做得唔好啦。亦都痛定思痛啦，吸收咗一啲朋友俾嘅意見啦，再去改良嗰個劇本啦。再去想怎樣可以用一個戲劇的形式做得好一點。最後我覺得如果上次是20分30分的話，今次應該都有70分左右啦。是啊，咁見到現場都有觀眾笑啦，同埋唔止一次啦，亦都俾到一個信心啦，繼續去將個劇本嘅內容用呢一種嘅方向去做啦。咁嚟緊11月中之前，我都會繼續去唔同嘅 open mic 啦，爭取多啲機會去試演啦，去實習啦。咁希望能夠精益求精啦，亦都可以盡量去即係改善啦。我會努力加油㗎啦，我會努力加油㗎啦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支持。咁啊，如果買咗飛嘅朋友，我哋11月中見啦。未買到飛嘅朋友，睇下有冇機會加場啦。如果唔能夠睇到嘅朋友，都好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。講到呢度，多謝你哋，拜拜。